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双剑论股，我们来看看这个 Brush Matter P Matter， 这只是我双剑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可以去参加会员，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底部这边就弹上去了，底部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这个蓝线跟这个紫线已经纠结在一起，当股价突破这个20天均线的时候呢，而这个紫线跟蓝线又在下面的话，其实这一个就是一个马路讯号、现在呢它已经继续往上冲，而它的支撑就是随着这个20天均线一直守住，它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强的阻力线，就是这个，就是这一个筹码峰，这个筹码峰呢是对应这个筹码主力线的灰色线，也就是 4.725。 如果你没有在这边买入的话，这时候你就不要随便去追了，因为它收盘价现在是4.5块，两毛钱过后就会碰到这个很强的主力线 4.725。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被挡下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筹码套牢盘呢，其实是跟底下这个筹码峰呢是相差不远的，我认为呢它应该会被挡下来，因为它有这个200天均线在更高位置，所以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要注意就是说看它会不会突破这个 4.725， 等它突破 4.725 的时候再打算要不要进场。如果你是之前是买在这个位置的，现在呢也是一样，你就看这个 4.275， 如果你看到 4.275 有这个 U-turn 回来的迹象，这个时候你也是要考虑把它卖出去避开风险，如果它有能力突破 4.725， 这样你就继续守住，看一下它会去到几高。这个就是我对 Brush Matter 的一些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谢谢大家。